大家好，前几天是我妈妈的生日，每一年她的生日，我和我的老婆都会买一个蛋糕和她庆祝。今年我们几个串通好，在妈妈的生日当天不要给她任何祝福，所以这个星期我们已经安排了，已经计划了要给妈妈一个惊喜，当中也包含了要送她一束花。因为妈妈说她到现在不曾收过有人送花给她，为了要圆妈妈这个心愿，我们几个已经联络了其中一个花店，然后已经设计了这个手花。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这个星期的惊喜吧。 Later， 我现在来拿花。花已经拿到了，所以你们要送手花、女兰花，你们可以联络他。One hour later， 我现在来拿晚餐。让我为你唱首歌谣，我还是你的，你的小宝宝，多想还在你怀里轻轻地睡着，多想你永远永远